煞有你一个人走脱啊？啊，有你零用钱无？有啦，有我500。邱凯伟、杨明威两人饰演不孝子兄弟，在剧中拌嘴互亏，双双入围金钟，往内互打正面对决。只要是婆婆可以得奖就很开心的、啊，不论是谁这样。其实我已经被他老婆威胁了，老婆说：“大哥，你最好不要得奖啊。”替两位感到兴奋，对对对，然后当然私心会有一点啦。但是不论是大哥或者是明威或者是其他入围者得奖，都是很大的肯定。希望。你们会拿奖，搞不好两个人一起拿。哇！如果一起拿就超棒的，我觉得那是最开心的事情。真的，如果可以一起的话，我一定会在台上亲他的。可以亲，我会升吻，可以升吻。虽然兄弟戏强，看似火药味十足，不过邱凯伟接下来的新戏可是跟兄弟的老婆合作。姚小姐，门口在那里，请慢走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没有要走啊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好，他们现在也一起在拍另外一部戏，同时，所以可能上午他在跟我拍，下午就在跟杨明威拍，然后我就觉得蛮……我现在对他眼神都怪怪的，真的假的？就尴尬，你动情了。而拿下金钟的温升豪跟天心最近也正在拍摄新戏，他不用那种暖身什么，前面前一秒还在嘻嘻哈哈。那 action 来的时候就马上进入状态，我不行哎，我真不行，我还要稍微酝酿一下。他这个人，你怎么办到的啦？再拿你做奖项当做是你的挑战吗？哎呀，那个随缘啊，那真的是有时候有一点运气成分，对吧？拿了奖还要更上一层楼，演员们的挑战没有极限。TVBS 新闻罗宏尚与佩璇特别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